言。阿门。我们把圣经打到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继续再讲诚意。罗马书第五章找到没？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从先从第六节开始看，从六节开始看，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不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相合，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他的死，说见神儿子死与神什么和好，既和好，更要借着他的生得救了。耶稣的死是与我们与神和好，耶稣的生是叫我们干什么呢？得救了，得救了。他要不生你能得救？他要不从死里复活你能得救吗？不能，不能得救了。那我借着在十字架上他受的死把你罪除去了，你才能与父神和好，是不是？这是和好的条件，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是和好的条件。如果将你的过犯归到你的身上，还能和好吗？能不能和好了？就不可能和好。所以我们上节课呢一直在讲义，这一个字你别看这一个字，这个字我昨天讲了一天，今天又讲了一天，是不是啊？是，就一个字就讲了一天。所以我们今天要记，要知道我们在我们因信称义是借着神儿子的，是不是啊？你注意看，我们记这个在第六节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软弱呀，这肉体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是没有的，是少有的，世上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或者有敢做的，唯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为我们死了。神爱我们，神爱就在此什么？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出来。神显明这个爱是在我们不是好人，我们是什么人呢？罪人。我们是坏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不是我们比别人强，我们别人比别人不好，难道说我们比他们强吗？断乎不是的，不是比他们强，因为我们不比他们强，甚至比他们更差，比世人更差。今天被拣选出来是烂桃淌细水呀，我们是一个烂桃啊，对不对啊？我是烂桃，烂到这个程度了，对不对？烂到什么程度了呢？还做罪人的时候，与上帝是为敌的时候，还做仇敌的，和基督是仇敌，和神是仇敌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神爱我们大爱，我们和神之间是仇敌之间的关系，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神的爱高不高过世上的爱？高，高过。是雷锋的爱吗？不是。是焦裕禄的爱吗？不是。是孔繁森的爱吗？不是。是人间最好的人的爱吗？不是。不是的，这里面讲的很清楚，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谁能为仇敌死？雷锋的爱是什么爱？我要向仇，对待仇敌如同什么？严寒的酷暑，是不是啊？严寒，严冬一样，是不是啊？我要对朋友像什么？春天般的温暖。对仇敌像什么？严冬一样的什么？残酷无情的。
咱主是在什么？这个爱超不超过雷公的爱？超不超过人间的爱？我们还是都做仇敌呢。耶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罪人死了，神的爱就再次显明出来了。那今天我不接受主对我的爱，不接受他做成的救恩，我怎么能够诚意呢？怎么诚意呀、啊、你注意看啊，我们说这里面有 讲几件事，就是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什么叫人人呢？为一人死是少有的，没有人为一人死。这里面说为一人死，就好人为好人死的都少有，对不对？为人人死，什么叫人人？像孔子这叫仁人，仁义礼智信。孔子讲仁义，对不对？仁义礼智信，这个仁人呢，就是讲仁义的人。为这人死的会有感作的，就是为好人死会有感作的。但唯独神差遣他的儿子，不是为好人死，是为什么人死的？你能为死，可你不相干。那个街上遇见一个傻了吧唧的，叫你为他死，你能吗？你不能。和你不相干一个人，叫你为他去递命去，你能不能去递场？能不能给他递命？不能给他递命。耶稣怎么为我们死？是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不好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什么显明。这就说明神的爱是超过人间任何的爱。所以在我们注意看啊，所以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三章第十四节，这个爱有多大？你把这个爱给忽略，能成义吗？神对我的爱，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这个罪人死了，你把这个爱给轻忽了，你说你能逃罪吗？忽略了救恩，你怎么成义呢？天天喊着诚意诚意诚意，却不明白什么叫诚意。必须接受耶稣为我死这件事，我既然是借着死，都是借着他死的，那生也得借着他生了，是不是啊？我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下面我还要借着他与神相合，好不好？与神和好，这定下来就必须得借着他，必须借着耶稣。耶稣说你们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借着耶稣，唯独有这一条途径，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得救的，好不好？好，咱们看这段经文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各家就是天上所有的全家，各家原文做全家，都是因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不刚强，灵力不刚强，外面肉体怎么刚强？有什么用？心里要不要刚强？要。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你借着信，基督才能住在你心里，是不是啊？是。不借信，基督能不能住你心里？嗯。这唯独有一个途径，就是借着信，基督住在你心里。使前面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爱心有根，基督住在你心里就有根有基。你靠肉体能有根有基吗？是没有根没有基的信仰，有根有基的，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这样基督住进心里，才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和众圣徒一样明白。不然你能明白吗？主不住进心里，你不见着耶稣基督圣灵不内住，你说你能明白吗？啊，能不能明白？圣灵内住还跑不跑？啊，不跑了，不跑了，不跑。中午祷告的时候，怎么？那叫怎么祷告？恳求圣灵住我心间。恳求表面圣灵住没住呢？没住。没住。啊？没住呢，没住才恳求。这个祷告对吗？这老祖宗编出来的，那些老的传道人一代编出来的，
谢谢天父赐我吃穿，谢谢耶稣赐我灵山，恳求圣灵助我心间。啥时候跑的呢？圣灵啥时候跑的？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跑的呢？你里边连圣灵都没有了，你说你还在那感谢谢天父赐我吃穿，谢吃穿有没有？这是不是都在肉体里头？在哪里头？在肉体里啊。你圣灵都跑了，你还去求圣灵内住？这得几次重生呢？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不是？是，这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现在圣灵在不在你心里？在，我在。那恳求圣灵住，现在表明圣灵在不在心里？没在。你的说话，你的祷告，无论什么，我都注意听。你看我在别个地方，我的耳朵是最好使最好使，我都告诉你我的耳朵是好使的，我的耳朵就长尖的，你那一少冒出个小一句话了，我搁旁边你就能听见，特别特别好使，你信不信？因为我本身就是演员出身，我听音乐会听，你亮调一点我都能听出来，你的声音稍微亮一点的，你的不在这调上走一点我都能听出来，那你说你讲话我能听出来，祷告我那么简单，通过你讲话你祷告，我就知道你现在在不在这个信仰上，你信不信？咱们讲永生了，已经有永生了，得救了，已经得救了，圣灵啥时候跑了呢？什么时候跑的？哭重生这么信的，你也这么信吗？我不知道你们是搁哪领受的这个道理，哭重生的道理，恳求圣灵住我心间，哭一次重生一次，哭圣灵住在你心间了，你就重生了。圣灵不住在你心里，能重生吗？基督住在我心里，我的爱才有根有基。基督不住在我心里，我那爱在哪了呢？咋听到听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上次才讲多长时间了？啊？现在我得救还灭不灭亡了？不灭亡了。出没出死入生？出死入生了。啥时候圣灵跑的？没跑的，我那心。是不是啊？都在那里头。圣灵啥时候跑的不知道。反正我就这么祷告，祷告走嘴不走心的，是不是？那么祷告走嘴不走心的，谢谢天父赐福，在谢饭。谢天父是谢饭。谢天父。你不信？你现在看看，你那这老那老传道谢饭上面，谢饭，谢饭是谢天父。饭是天父赐，不谢天父去接饭去了，有没有问题呀？有问题。谢谁？谢天父。我没有说，你自己想想，对不对？你自己在那想想，就是祷告，正好祷告，谢饭。谢谁？到底谢谁？你得说清楚啊！谢饭，谢耶稣，谢天父，到底谢饭。你赐给我日用的饮食，我谢谢天父啊，是不谢天父？是那怎么谢饭去了呢？是我故意的，还是这个话就有毛病啊？有没有毛病啊？有毛病。都是过去那些老传道人他们发明出来的新词儿，叫凡是因着耶稣基督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谢饭，是谢天父。谢天父会说吧？会啊，会说。你心里吃饭的时候心里谢行不行？行。嘴里谢行不行？行。行啊，不一定就分什么形式，怎么谢都行。我平时吃饭的时候来谢谢天父吃饭行不行？行。那谢天父他是谢饭完了白谢了，谢的是饭，根本不是谢的是天父，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啊。我要不说你们还以为这是对的，我一说说你忽然想悟醒悟了啊，这不是谢饭，是谢天父了。恳求圣灵助我心间，对吗？不对。这一句一小段里头就四句话，是吧？什么？谢谢天父赐我吃穿，谢谢耶稣助我心间，感谢圣灵，我恳求圣灵助我心间，是不是？谢饭，其中就有两句就是错的。是不是啊？是。
那你今天我把东西给你了，你谢谢谁？来，我给你，现在我给你个金杯，你谢谁？谢我呀，是谢杯？谢谁？啊，你告诉我谢谁？是。谢谢你给我的杯。对。谢谢你啊，因为你把给我了，我谢谢你，对不对啊？对。那怎么整出谢饭来呢？这发明，越发明是越错，越错越离谱，越离谱就越错，越错就越收不回来了，是不是啊？多少都收回来。那这个圣灵住在心间，他就不走了，因为我可以给你查多少经文，告诉你圣灵住在我心里永不走了。上回我讲重生的时候讲没讲？讲了。是在那姊妹讲？是。讲重生的，我根本就我这个经文我一个也没落下，我就把重生圣灵住进我心里这成印记，永不离开我了。永远不离开我，我才有圣灵中途要离开我，我就是半生了，我就没有永生了，是不是？是。你这球就证明你的信仰，是不是？那球就是你，就代表了你的信仰。那么平时呢，王彦浩讲到的怎么呢？你要抬桌子在那一点不稳，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这方面，是吧？我没给你查圣经，我也给你查圣经，吓你一大跳。历史历代的先知都是大声喊着说，施洗约翰在旷野中间喊着说的啊，是还是小声小气儿的谦卑一点儿，喊着说小声小气是不是谦卑？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能不能小声小气点？你这假冒伪善的文是个法利赛人有过了能不能这么责备？不能。耶稣说你们这文是法利赛人有过了，是不是得这么责备？是。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什么？公义。对不对？历史历代，你想我自己愿意这么大声音，上帝的愤怒，上帝这里边保罗说，我原是这样的愤怒，原是神的愤怒。对那些传假道的人，要不要愤怒？是。要愤怒的。我给你查几段经文，你可以看，看以利亚。我们看以利亚，灭亡记下第一章。以利亚他是怎么？我们看《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前面我们就不要看了啊，前面我们就不要看了。我们先从第几节呢？从第九节往下看。我们先从第九节往下看，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是温和的吗？平时对仇敌是温和的吗？不是的。对什么样的人？那些传假道的人，那假先知，你还温和吗？对法利赛人，你还温和吗？对弟兄姊妹可以温和，对那传假道的，他已经把上帝的话给更改了，你还温和一点吗？谦卑一点吗？把这当谦卑了。好，咱们看第九节。于是王差遣五十副长带领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坐在山顶上，五十副长对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副长和那五十人。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副长带领着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副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呐，王吩咐你快派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于是由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副长和那五十个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副长带领五十个人去，这五十副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呐，愿我的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副长和他们所带领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遣人
去问一个人神巴利西卜，其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了。啊，亚哈王死了，他的儿子亚哈谢王接续他做撒玛利亚的王，做犹太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首府是在哪呢？撒玛利亚，就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登基的做王了。亚哈谢登基做王了。等摩押人摩押王呢开始叛变了，他不跟他联合了，一叛变他心人不离开，人一离开他，他心没有神了，所以他就没有心里就没有底了，恐怕一这个摩押人勾起别人来攻击他，所以他害怕，正从那阳台上走走走的，那是竹竿子做的栏杆，从那栏杆啪嚓就掉地下，掉地下就摔伤了，摔伤了就害怕死，问这个问那个，最后他打发差遣人去上谁那去了？啊，上哪去了呢？他打发人到哪去了呢？不是到以利亚那去，他就打发人到山上，到那个以格伦的神那里去问别西巴利西卜去了。巴利西卜是什么？巴利是假神，对不对？他就问巴利神去了。以色列人问巴利神，你想想看，这件事情严不严重？以色列人是不是有神的人？问谁去了？问问我还能活多久，我是否能死，问这件事去，就问谁去呢？以格伦的巴利西卜去了，去问他去了。所以神愤怒就临到他，就差遣以利亚到路上就横着他，等那个仆人走到路上，以利亚就说，你回去告诉他，以色列岂没有什么，你去问以格伦的巴利西卜，你这是在藐视我，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啊，你上床就得死在床上，就这么通知他。他一听，他说那个拦住你那个跟你说话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他说穿着毛衣系着皮带，他说那是以利亚，是谁呢？他说这是呢提示比人以利亚呀，你去叫他过来下来，我要问他。所以他猜五十个夫长带着五十个人就上了，以利亚就坐在山上，就在那坐在山紧尖上，坐在那山尖上，你说够不够狂的？这神的仆人呢，就坐在山尖上，来了说，是吧？神人呐，王命令你干什么？下来！王的嘴那么大，能命令以利亚吗？以利亚是谁？先知。那我他这个五十部长懂不懂啊？明不明白？地上的先知要比地上的君王大吧？天上的先知比地上君王大不大？大。天上的祭司比地上君王大不大？大。他来不分大小了，来了，来问，王命令你下来，嘴大不大？大。我带着五十人，你给我下来，我就硬把你意思，我把你牵下去，就命令你给我下来。口气大不大？大。现在为什么带五十个人？他带人少的他不敢这么说话，仗势我人多，对不对？我是我这个人，你以利亚就一个人，我现在就命令你下来，我是带着王的命来命令你，我从前山上给我下来，是不是啊？是。以利亚在山上坐着，他说什么？我若是神，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一个火船从前啪降在他们中间，把他烧死，五十个人全烧死。哎呀，以利亚，你为什么说话这么不温顺呢？你说话得温顺一点。以利亚一向对那假先知从来不温顺，在加密山上对那假先知温顺吗？啊？温不温顺？哎，不温顺呐！你等一会儿怎么看他对假先知说什么了？完了之后呢，这五十死了，最后呢？王又拆开了五十个山，以利亚还在那个山顶上坐着没动，这五十个上顶上去，神人呐，王命令你快快下来。以利亚能听，以利亚是谁的仆人？神的。听人的是听神的？听神的。那你听神的听人的？听神的。你要谦卑吗？要顺服吗？听谁的？听神的。
他命令下了，王命令谁去了？王的嘴大不大？命令谁去了？命令神人。命令神人，下来，快快的下来！你要不再下来，我这五十人上去就把你拿下，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就一个人能怎么的？一个样就坐着，都没站着，是不是？伊利亚说：“我若是神人，就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什么，五十个人呢？有一团火唰下来把你烧灭。第三伙来了，看看这两伙自己都倒那地方，都被烧得够呛。第三伙来了，谦不谦卑了？谦卑。今天不烧灭你那些属情欲的人，不烧灭这些人，下面的人就不跟着谦卑。”上帝不把那些仗势，是不是仗王的势力，仗着自己的势力来夸口的人，上帝不把他们烧灭了，下面的人就不能谦卑。听清楚了吗？以利亚这狂不狂妄？你再看施洗约翰狂不狂妄？也就问他一句话：你是基督吗？你看施洗约翰一大套话攻击他们，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怎能逃避将来地狱的审判吗？司徒约翰也这样的，你看不看着？神的仆人都是这样，耶稣基督还是这样的。是。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从来没温柔过，显为公义。你要一温柔，那 是什么？那是责备吗？我责备人的时候，我说，行了，这样说还行了，想点什么，温柔点吧。是吗？历史那代你看上帝使用的先知全是这样，到了以利沙还是这样，是给你看了，摩西还是这样的，是，是不是啊？凡上帝使用的人都是这样的。真正的谦卑是接受上帝的话语的人叫谦卑，真正谦卑不是像那异端妥协，来我妥协，我装成农夫像，我就谦卑一点，容让你一点，你爱传就传吧，这就叫谦卑，是吗？不是。什么叫谦卑？什么叫谦卑？说谎话、说假话，允许那些说谎话的，就叫谦卑吗？不是啊，对不对？最后上王面前有没有留情？以利亚上王面前没有，有没有留情？没有。因为你投靠了谁呀、啊？你投靠谁了？一个人的神。巴利西姆是不是啊？你父亲就靠巴利，你到你这一代还靠巴利，你不认识耶和华神。你父亲就靠巴利把整个国中养了亚斯塔鲁先知400个，养了巴利先知450个。你效法你父亲和你母亲的恶，是吧？把众百姓都陷在罪恶里头，是不是啊？你看这网起来一个干这事，起来一个干这事，包括是什么？尼巴的儿子耶路巴也是干这事，拜金牛犊。你看看以色列这个这里边这个起来一个王就这样，起来一个王就这样。以利亚去责备他该不该？对。以利亚需不需要在他们面前谦卑啊？不需要。不行，不需要谦卑。听清楚了吗？什么叫谦卑？你明白什么叫谦卑？谦卑是顺服主，不是顺服人。谦卑在主的脚前，你们要降服在主的脚前，这叫谦卑。你对着那些传恶道的人，传东方在天来谦卑一点吧，咱们跟他谦卑一点。你真傻，是那么回事吗？你注意看，最后以利亚说什么？你必不可不下，不能下你的床。果真他就死在床上，上床就下不来了。上帝对那些先知，给那些先知有没有权柄？有没有能力？有能力有权柄的，是。以利亚说的话，上帝就成就；以利沙说的话，上帝就成就，是不是？是因为他顺从神，不顺从人。现在有多少人顺从人，不顺从神的？那个人说，这个人说，都不说，经常记着说，从来不这么说。你看看，有许多人他听完我讲到了，回去问问，哎，牧师啊，长老啊。他没有说回去祷告祷告，问问主到底怎么回事，没有这么一个，没连一个都没有。主啊，他所讲的道是从神来的还是不从神来？神会不会告诉你？
啊，你要有神的灵住在你心里，会不会告诉你？会。你说他留下这个在我心里，神的灵都不在你里边，你说你怎么祷告？所以你就得问人，你问谁？你只能问人了。你因为你不承认圣灵住在你心里头，你的信救了你，因信是吧？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因信。最后又说，圣灵住在你们心里，永永远远与你们同在。阿门。你不会跑的，不需要再去恳求去了。好不好？我这边讲你那边听不进去，最后还是那么祷告。我讲宝血厚厚图是错误的，你们看圣经哪有那句话？写完了之后呢，再有走了离开我了，哎呀，咱们还得回到宝血厚厚图那地方，不宝血图不行，是不是？还得宝血厚厚图。在哪了？厚厚图涂薄了不行吗？得再来一遍，一遍不行，是吗？是再来一遍呢？是一遍就成全到永远了，一次就成全到永远。圣经就这么，希伯来书就有七个一次，是不是？罗马书第五章好几个一次，对不对？彼得前书一次，这些一次都是白说的吗？啊？让我们信是一次啊，信是多次，一次次就行。让我们信是多次成义啊，是一次成义。圣灵内住了我才成义，圣灵不内住不能成义。我昨天讲到这个地方，被圣灵成义，圣灵不内住怎么成义呢？那我一会成义，一会成罪，圣灵跑了我就成罪，圣灵来了我就成义。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呢？拉锯啊！啊，这拉锯这是，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是吗？是不是啊？不是。你的心呢，得被主开启，不被开启，你一辈子都白，你被信一辈子都白信。你信不信呢？信了。你当着基督徒，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根本就不是真基督徒。因为你不回归圣经，特别有一些歌，还有一些词，祷告的词，跟别人学来的，千万千万不能学。祷告不是学来的，祷告是在圣灵里的祷告。刘大师说的很清楚，是圣灵感动祷告，绝非不是我自己效法效法哪个人祷告。所以哪个人祷告呢？他怎么祷告就怎么跟他学，他保血图我也保血图，就跟人学的了，学来的祷告，根本跟圣灵没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有人祷告愿意边祷告边躺眼。哎呀，这眨巴眼的，这一眨巴眼的，他也学会了，也学会了。他就跟外面瞅着看那个大部分人祷告很属灵的，眨巴眼的看来就是属灵的，所以我也眨巴眼睛了，是不是啊？有的人嘴歪，你看这个人挺属灵的，嘴歪，那我就跟他学嘴歪，歪来歪去，你嘴也歪了，学来学去你嘴歪。有的人讲道说磕巴，结巴，是不是啊？因为讲道的时候就结巴结巴的，半天讲不出一句，哎呀，这个挺灵的，就学学来学去，你也学结巴。这些东西外在肉体上的东西，用不用去效法呀？不用，不用，这没有用的，不要效法这些东西，好不好？啊，你效法这外在的有什么用？像在那个好弟兄那边有一个人，一个人把头发留这么长，问他干什么？他说我效法耶稣啊。学耶稣了，笑话头发长啊，一整个大头啊，这么长活，忽闪的来回那么甩，想学耶稣，学耶稣那么学吗？啊，是那么学的吗？不是，保罗说我笑话基督的死，他怎么学耶稣的？看耶稣留长头发也留长头发，走到哪人都烦他，头发再不洗的敢沾一点，完了，这头发连臭的，走到人面前了，人都就离他远一点。是不是啊？不是外在的，听清楚了吗？生命的笑话不是在里面的笑话，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啊。那这里头你看不看吗？以利亚是对那巴黎先知是怎么样？我们再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啊，
迹象，以第十八章列王纪上第十八章，我们先从二十节开始看，二十节开始看啊，以利亚对那些巴黎先知是怎么嘲笑他们的，是怎么戏弄他们的。二十节，亚哈就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人和先知都上了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什么叫心持二意呢？哪边人多往哪边去，这是不是心持二意？我来的时候跑这边了，心当真好，等我一走说那倒不对呀，又跑那边去了，但过几天又跑回来，跑回来再跑回去，你这样人一辈子你都什么也得不着，你连命都得丢，你信不信呢？当时犹太人是不是，以色列是不是这样的？一看巴黎先知多少个，450个，多不多？你看以利亚就一个，450个对一个，他们都站在哪一排边去了？站在巴黎先边，巴黎这个先知那一边去了。一看站在加密山上，这一群多的，所以以色列哗都轰到那边。当时以利亚就说：“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是不是啊？心怀爱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你的信仰到底是怎么信的？你很关键，很关键。你说我不想信仰，不想得生命，我也不想进天国，我就是想解决一下精神寄托，那没有人管你，爱死你就最后你就选择死。你说我要好好信，那就得回归圣经，这是圣经，不是别的，好不好啊？好。以利亚在责备这些众民怎么说？说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服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服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呀！你看他现在一言不，为什么一言不答？就一个人在那摆活啥呢？摆活啥呢？就一个人呢、啊？你看你这边多少人？你说你那边多少人？少数服从，妈，不是你吗？还得摆个问题，一言不答，一言不答，他站在谁那边？帮我聊，那就一个人，你们这么一大群人，以色列都往哪靠？往哪靠？往坐那边靠？你往哪靠？你往哪靠？往谁的谁那边靠？挪亚这方舟就几个人？8个。家里的味儿出来几个人啊？啊，索德玛出来几个人？8个人啊，你自己看，你自己看，索德玛出来多少个人？耶稣说招上多，选上什么？耶稣说进窄门的少，进宽门的人什么？人多好，人多好，好，耶稣说进宽门的人找到的人也多呀，你信不信呢？都在宽门里头，他根本就没找到这个救恩的门，都以为那是对的，其实对不对呢？往下看啊，众民一言不答。22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先知却有450个人，这是不是一个对比啊？一个对450个，但给我2只牛犊，巴利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要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火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证明现在原来就一言不答，现在怎么说呢？这话甚好。这话甚好啊，是不是啊？哎，这话甚好，好不好？你看不看呢？他是看着吗？看风使舵，这话甚好。是吧？见机行事。现在他们的信仰都没有根了，得看神迹才信，不看神迹他们不信，
所以他们的信是建立在眼见，不是建立在眼不见的基础上。而《修来书》说着，信是所望之事的事理，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们是都要寻求见到的啊。见证，见证，你看他有许多的教会做见证，你看他做什么见证？那个见证是哪个见证？天了呀！我见到，我证明神存在，这个见。而圣经却说，信心真正的信心不需要见到，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们把这个见证变成这个见证了。啊，这对不对呀？真正的见证是这个见证吗？是不是这个见证啊？是不是这个？这个见证，但变成这个见证了，就是我看见我证明它存在，完了，凭眼见了，不凭信心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就看啊，我们就看，到底今天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是很老老实实来那啥，还是不老实啊？告诉来，咱们预备两只什么牛犊，来，我一只，巴利先知一只，你们巴利先知，我不是只要巴利先知，不只剩下我一个人。现在巴利先知多少了？450是吧？好，那咱们预备两个牛犊，你一只，我一只，你们来选。研究来选，你一只我一只，都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你们求告你们，不准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求告我的耶和华神。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不降火的就是假神，是不是？哎，你的人，这个我看定话好，我看定话不错，这主意好啊。今天终于叫我们开开眼界了，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信了这么多年的以色列，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呢？你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谁传真道谁传假道，你清不清楚？谁讲都一样啊，谁讲不是一样的？是不是、啊、谁讲都一样的基督徒都讲一样的，还有征战吗？还有这个不接待那个吗？有这事吗？没有。要都讲一样的道，如果我到你们这个地方，到来我这个地方，还有人拒绝吗？没有，没有的，不一样啊。圣经没说属血气逼迫属灵的，是都讲一样道吗？来，可以找个地方先分辨一下，像加密伞分辨一下，叫你看看真假的，识别一下真假，行不行？行。你实在你要是不放心了，耶和华，你不放心这位神了，来，你找个地方，咱们显应一下，行不行？行。那显应的，那就是上帝，对不对？不显应的，那就不是上帝，行不行？行。你敢不敢？啊？这群百姓表面他心持二意呀、啊，根本就不认识耶和华。总要想凭眼见，今天以利亚就叫他见识见识，不就一个对450个吗？今天不就一个王耀浩出来吗？是不是？对多少？就不是450个问题了啊！穿假道的有多少？但上帝可能也保留一些，他保留了以色列7000人为向巴利屈膝的，对不对？今天他也在普天下也保留了，但我告诉你，整个传假道的普世性的能够遮盖了整个普世的教会，全传假道，根本不在圣经里见到。不信你就试试看，我跟你传的是一样的，你传的和我传的咱俩没有什么两个都一样，只是我说的方法跟你说的方法不一样。耶稣宝血是持续性的图，录音永远在那放着。录音呐、啊，走到哪个地方和别人辩论的时候，他不承认，就把他录音录下，录下把他形象给录上，往网上一放，叫大伙看一看，对不对？我看他怎么辨别，我看他怎么狡辩，就叫网上众人来评论一下，你看他的信仰建立在哪儿的基础上？
这边呢，咱俩讲的都是一样的，你讲和我讲的一样的，只不过是方式不一样，是吧？啊？对不对？咱俩讲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是不是？但是有一样，耶稣宝血啊，不是一次的，是持续的，永远的涂，一直涂到耶稣再来，一样吗？不一样。讲一讲就把那个狼尾巴就什么，就露出来了。当时夹着在这里头，往狼尾夹，咱俩都是一样，都是一样。最后呢，讲一讲，但是狼尾巴就拽出来了。什么尾巴？能长狼尾巴的是什么？狼。就露出来，一露出来谁看不见？为什么耶稣说他把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什么？狼尾巴。假先知，假师傅。教导的全是假，那么你看看这个巴利先知是假的真的，也说先知，我们也是先知，都是先知，是不是啊？什么先知？假先知都在那假米神，一个真的450个假就开始较量，这一较量就显出了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是不是啊？是真的假的、真是假是，有的人看不出来，你看哪能看出假，都长眼睛，一粒牙一张牙眼，那些也张牙眼，张嘴张鼻，张腿张胳膊，那脖子上还有个脑袋，怎么能看出来是假的真的？你能看出假的真的吗？我把眼睛闭上，你把假先知请来，我把眼，我不用睁眼睛，你说我们能不能分辨它是假的？能、神给没给你这样辨别诸灵的这样的恩赐？给的。诸灵，一切的灵你们不要都信了，有的灵不是出于神的，往里加点神话语的人，那灵不是出于神的，听清楚了吗？你怎么知道他是假的？他说话正好和上帝的话语是反对的，你说是假的是真的？假的。那你还说谁讲的都一样，说差不多就行啊，差不多就行啊，差一点半点没事，这里差一点都不行，行不行？这里是差一点都不行的，真理没有是而又非的道理，他这边讲是那边讲否，这叫差一点吗？这里讲是耶稣是神的人，但是完了，我们是神的人，但是我们是隐形神，但是还会犯罪，我们是会犯罪的义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圣经说行义的才是什么人呢？义人。他是义人。犯罪的是属谁的？魔鬼的。你里边有没有被撒旦迷惑过？你的心里有没有没有？能不能持守这个真道，能站在那真道上确确实实的守住这真道啊？能。有没有在那个地方徘徊不定的？有啊！今天上帝要借着这件事情来把弟兄们的心灵唤醒，沉睡的心灵唤醒，听清楚了吗？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啊，第25节，以利亚对巴利先知说，你们即使人多，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中午求告巴利的名，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许的，他们在所住的坛的四围干什么？跳舞。跳不跳？啊，跳舞，跳舞干什么呢？到了中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以利亚现在嘲笑了假的，开始嬉笑了。怎么说呢？那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
他或者是默想，或者走到一边去了，或者行路，或者睡觉，你们当叫醒他。去求吧，你那是神，你快去求告他，他或走路，或者是走到一边，你把他叫醒，或睡觉了，把他叫醒，是不是嘲笑他？是。嘲不嘲笑？你对假神是嘲笑是还是行？尊敬大家，你各有各的信仰，因为信佛的也一样，信那个假的也一样，信东方闪电一样，别嘲笑人呐，别嘲笑。你怎么信呢？啊？尊重别人的信仰，以利亚尊重别人信仰吗？耶和华尊重别人信仰吗？我问你，耶和华在诗篇上怎么说的？啊，他们的神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眼不能看，有鼻子不能闻，有心不能思想，有耳不能听，有脚不能行路，有手不能做工，是不是啊？是。造他们和他一样，凡靠他们也是如此啊。是。他说我是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是不是这么说的？是。所以就嘲弄那些神，嘲弄那些假神，是假的，是虚的，是人手造的。就是直接告诉他，哎，别让我信佛，这个信耶稣都一样。你看这个人，我上鞍山那个地方，那个人就在那卖佛，我就发福音，在那一个地方发一个地方，那市场上嘛，就发摆了一大堆佛，还有财神爷，还有假神，都在那摆着，在那卖呢。一个女的抬头说：“呀，你信耶稣啊？我也信。我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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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信呐。”我说你是信神的吗？信神，神是这样吗？这是这样，我卖他，我又不拜他。我说你卖他，是不是叫别人拜啊？你就是承认有别的神，你不是承认不专一的耶和华神。你是不是卖他为了赚点钱，就告诉别人来，我为了要钱，就叫你信假神，你就去死去吧。是不是这样？这目的是不是这样？我卖他，我也不拜他。这个人认不认识他？我说我就知道你的信仰，你的根扎在哪儿啊？你根扎在哪儿啊？在天上。弟兄姊妹，我们宣讲的是神是独一的还是许多神？独一的。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人才真有永生。哪有永生？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永生，他胡乱的财神爷、卯灶神、门神、佛像、你大肚弥勒佛、观音菩萨，哪老说摆那烂那么多，在那卖。你说能好不能好了？这个信仰能好不能好了？这样人要有永生就怪了，有没有？没有，这根本就没有永生。我们往下看啊。巴黎先生从早上一到晚上跳舞，一看不行了，就开始干什么呢？因为他下面往下看啊，他们大声的什么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子刺，直到身体流血。用刀干什么呢？割肉，刺，苦待己身，是不是啊？他们那个神是苦待己身，信假神的人苦待己身，信真神的人不用，用信心就行，不用肉体，他们全动用的是肉体，跳舞，一个，第二是什么呢？用刀自割，第三个是什么呢？自刺，全是苦待己身，全是肉体在动，灵没动，是不是啊？玛利亚安静在那个清道上，灵动没动？动了，灵动了，肉体没动，灵动了，是不是啊？你看不看着？他们在这做，最后呢，身上流了许多的血，从中午一直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一直到晚上，是不是？他们狂呼乱叫的，假信假的都是狂呼乱叫的，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那群人，表面那群人到哪了？都到巴黎那边去看去了，都在靠着巴黎那边去。伊利亚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边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殿，重修了这个殿。
是不是？这个坛，这坛代表十字架，对不对？我再看，高举十字架，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多少块石头啊？12块石头，表明这个坛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12块石头，12块代表以色列的数字啊，是吧？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谷种多少？两西亚。又在坛的上面摆好了多少？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了水倒在翻祭的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都什么满了水。你看这就显得水马上倒水，倒水水都满了，沟上都满了，祭坛上面都是水，柴火都是水，是不是啊？这就显明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些没倒水的来那求他们的神显没显应？没显应。哎，他倒完了之后呢，都满了，沟里也满了水。下面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呐，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意回转。祷告的站在耶和华旨意中，建坛站在耶和华旨意中，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注意看，于是耶和华降火下来，说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还有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才知道耶和华是，看见了才知道是神。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信了，算不得什么。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这群百姓，你说这群百姓一个过几天又变了，又转了，过几天又转了，就是说我们圣灵不在他们心里，靠肉体他们是守不住的。你女儿今天若不重生，你若能守住这道，我就用脑袋走道。不信就是的，你要不重生了，能不能进去神的国，我就用脑袋走道。一个不重生的人，你看他来我们转，你都看出来他里边没有声音，他来我转，这边一趟那边一通，这边一通那边，没有静静在那听。你看现在那些安静听道的人，昨天我还跟那些姊妹来聊，在网上跟他们聊，安静听道的人都得着了，没安静听道的人，这样好那好，心怀二意的人永远不能好的，这些人永远没有福，一生是无福的人。他们是天天在网上听，天天的自己就一天24小时连轴转的就在那听，每一天听11讲。你们听多少讲？听多少讲？每一天听11讲，好几千讲。你每一天听11讲，多不多？不多。我不要求弟兄姊妹一天听11讲，你一天听2讲，你都会得着的。哪怕最后就陷到最低，你一天听1讲，你都能得着。有的人那个心根本没在那耶稣身上，不在哪儿，都在大肉体。一说过五月节，哎呀。就过15，完了之后过15就开始，那心全在那15上了，天天惦记15，全是15。哎呀，15他们爱怎么过他们都过他们家，我不管那地方怎么过，你的心别在那15上，好不好？全是15了。到东北那个地方你看过吗？那到时候到15那地方送灯，到满山遍野都是灯交轨，老多地方是那样。正月15是鬼，他们称为什么鬼节、就给鬼送灯。基督徒这和基督徒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就不过，那不过那个东西也不能死，也不能掉血肉。谨守的节气、日子、月份、年份，我都为你们害怕，都顺从这个世俗的活着，心都在那世俗中间，忘记听道了。你听道，你是得生命。你经过那个节，什么也得不着。相反，有的时候叫你沾染的是世俗的污秽，对不对？他们拜鬼，你可能在这个地方无意中间就整个万里去了，是不是啊？你的信仰要应当是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的。上帝去，你看与以利亚同在，却没有与那巴黎先知同在，那么多的人，是不是啊？你今天要怎么信你得清清楚楚的，别光顾你还能活多少年，再给你50年，你有50年不活头吗？就算给你50年，50年多了啊，给你30年，给你50年，30年多少天啊？9000多天，你还能活9000多天？要50岁的人还能活80岁，30天，再给你30天完事，30年完事了，是不是？3年9000来天就完事了，9000来天啊，都没到10000天，9000来天吧，这过一天少一天，过一天少一天，过法等死了，完了。基督徒千万别把心都投在这个世界中间，好不好？你应当知道你自己的命现在很短呐、啊，特别短，特别短，都跑哪呀？过15，一个一个傻了，喝鸡，傻了，傻了，喝鸡去过那15去，不来听道了，是不是、啊？你得有分辨，到底真的假的，你得有分辨，不用神机你都能分辨出来。为什么要给他们神机呢？他们里面没有圣灵，所以给他们神。耶稣没上十字架，他们里面没有圣灵，所以给他们神机。你今天里面有没有圣灵？有。有圣灵了，你求问一下，行不行？你别问牧师长老，好不好？你别问别人，你问主，你的主在哪？你不问别人，上帝生不生气？问人的人证明他里面都没有圣灵，他自己没有分辨。有圣灵的人，他不可能问人，他就马上问问主，主啊，谁讲的是对的？你告诉我。伊利亚是真先知，是巴利先知是真先知，到底谁是先？肯定有真有假的，你就记住，两方面正在敌对的两方面，他俩都在敌对，肯定有一方是真的，有一方是假的。不信你试试看，他俩敌对，他俩不相合呀，他俩敌主啊，肯定有一方是真的，有一方是假的。真正是有神的灵的人，他不可能拒绝神的工人，不可能拒绝神的仆人。你听清楚吗？我若传假道，我要传圣经以外的话，你可以拒绝。我传每一个都是传圣经，每给你查每一段经文都在圣经里找，你还说那不敢肯定。你不敢肯定，说明你的信仰有问题，是不是啊？休息。